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犯下幼稚的错。可以给我看看吗？啊，最为熟悉的声音，也是最尴尬的声音。这到底有多尴尬呢？这就是惩罚，这就是代价，但是这就是现实。就像是老套的电视剧一样，随着时间的定格，少年僵在那了，但是却没有如电视剧那样去做辩解，然后慢慢等待什么呢？自己也不清楚，但是好想快点结束。结束着刚才还期待不要结束的漫长的下课时间。等待许久的上课铃声也终于如在同一时间响了起，但是少年听不见，他听到的只是伴随着女孩笑容的一句话。我天哪，好紧张！很漂亮啊。仅仅一周，一切就变得如此难熬。为什么当初就没有向他解释呢？这样的后悔显然是无意义的，但是从来还是无法进行解释。如果真要重来，那一开始就不该做出对自己喜欢之人背叛的事。背叛。是郁闷，他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，更糟糕的情况像是要故意借此机会打击。哦天哪，他跟他好友在一起，一定是故意的。这算是罪有应得吗？今天怎么了呢？今天怎么了？都是你，还好意思说？道歉。没关系，人总有状态差的时候啊，但只要平时努力下功夫练好了，到时候即使状态差，也不怕会输。现在的你，已经接近完成目标了呢。可是完成目标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但是一定要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行，不要输哦。已经失去了意义，就算是完成了，又如何呢？明天会是什么样的？等吧，是错觉吗？玻璃窗没有擦干净，啊，用这个重新擦。
合格了。嗯。你稍稍等一下。谢谢。一张照片，和之前给他的那一张是一样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不用一样的话回应也行，因为很可惜没有那一张好看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真正的金瑶才正式开始。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没有赶上，差一点。果然第一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。他有看到吗？但是看见了没有任何意义吧。迄今为止自己为了谁而努力到现在也不再具有那样的意义。没有意义的事情还要做多久？我们就已经到了尽头了。但是注定要为回忆埋下痛苦的路才刚刚启程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痛？这一切或许是注定的。女孩就当着他的面交给他了一张纸。的确，这段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进展到什么样的地程度。这一次恐怕真的要交白卷了。对不起，姐姐，自己没有办法再坚持了。那时我努力的意义已经彻底没有了。
他给你写的什么呢？他却将这份答案给其他人。初三不再开课。姐姐，我们就像是姐姐，漂亮、包容、完美。原来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吗？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因为现在也没有值得自己犹豫的选择。原来喜欢的是这个。我怎么就那么蠢？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寻求的清晰答案吗？这不是很好吗？原来喜欢的人其实并不是他，只是由于某种心理暗示，连自己都误以为是喜欢他了。我真正喜欢的是姐姐啊，是的吧？应该是，应该是吧？空气带来了吗？给，但是胶卷有限，一次只能拍摄30多张。已经足够万分感谢。是为什么呢？我这是，请收下这。我再问一次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请你收下。这实在是个难题。但是，请不要再拍照了。好的。好友像个傻子一样伸去照他那喜欢的人去了。那我去。宣传委员写给他的。果真很危险，但是幸好是他。这是一封迟早都会来临拒绝的信，但是是很美的拒绝。换作是其他人的话，自己一定会受伤吧。
窗外的景色变幻，请你不要有所迷茫。我也一直追求完美，看来这辈子都赶不上他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完成了一件非常完美的事，那就是遇上了他这样完美的爱情。初中篇，所以我们进入了高中篇了吗？抱歉，等了很久。高中篇，你高中了吗？哇，高中了。今后应该不会再学。新四个月没有写啊，这本笔记。根本日记其实还剩一半的空白页数，我已不再打算继续填充那样的空白。哇，这个插画实在是太艺术了。欢迎搬家。毫无疑问，我并不是为他惋惜，而是那些照片一张也没有要。从此就这样彻底淹没在记忆之中了吗？我说自己不想要照片那是假话，但是真正惋惜的并不仅仅是照片，至于好什么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这样的一段过去，错误的过去，我不想要只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让它落入到别人手中，如此而已。原来书本如此有用。不愉快甚至感到痛苦，为痛苦而强行打发死心的日子，到现在也总算要结束。我只祈求着他能够快一点得到我。这真是夏天呢。
还是一样。就在隔壁。不过这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。那时决定我中考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了。一想起来那时的自己真是非常幼稚。更加可怜，为何当初就那样冲动呢？现在已经搞清楚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。我其实知道，那是用老套的言语来敷衍真实，虽然不努力学习会下降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更多是与暑假保持一致的心态。只要努力去学习，集中注意力，转移心情，就能度过原本本应漫长而痛苦的时间。我将这一切付诸于行动，并且我也取得了成果。但其考试自己稳住班里前十的位置。班上这个班的宣传语，你学校老师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。哼哼哼哼哼。对，我不再是那时的少女。那个人和姐姐都在，我觉得处在与自己领班的位置，那个就是我一直心痛的来源。那个人就是我的初恋领班，所以无论自己想不想，每天都会见面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见面。当然不可避免，如果遇上姐姐，我会简短的招呼大喜初恋，一直就这样子。在看过对方一眼之后，自动将视线移开，默默地擦肩而过，然后走进各自所属的教室。这样的巧究竟算是什么呢？姐姐的班级在我左边，初恋的班级在我右边，就这样刚好被夹在中间。班里和年级上有一些初中时的同学，不是很快，我在初中临近毕业时的那一段时期，便已变成一个麻烦。谁说的？已经传开了，但这再正常不？即使窗外的景色变幻，也请你不要有所迷茫。不过我现在能稍微理解当初姐姐所说的话。
喜欢的的确是林班的一位女生，林班，但不是她。真的？她只是我过去一直憧憬的一个人吧，但不是喜欢。信不信随便。如果说这是一种惩罚，那么这种惩罚所代表意义又是什么？而它又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漫长的使人窒息乃至崩溃，就像那时候，在那黄昏的教室。而且现在的我们也不会对彼此说一句话，直到现在连一句话从未与对方交谈过。伴随碰面的只有窒息的氛围而已。我祈求这样的窒息，窒息时刻能减少一点。这次简直是痛苦无间啊。还好住校。不选择住校，家里人也同意。本来就不喜欢质疑在他们，他并不是我的家。可笑，难道以前压力就不大？可是自己明明准备好了要用出全力而逃避某些东西，因此现在也和暑假时的状态没有两样，只能全靠个人自觉。果然还是自习室比较暖和多啊。好了，我走进这个一半被黑暗所笼罩的世界，这里是他的教室。他是哪个他？哦，想也知道，不会是痛苦那个。哟，你漂亮，我。离我还是差一点点啊。我曾经在一旁做的字很好看，但其实那时一点也不好看，却只因为重做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，
让我真的开始练起书法。像这样的过程，其实已经重复不知多少次了。除了回家的周末，几乎天天如此。偶尔会很危险，一次遇上了非常突发性的意外事件。他的班一位学生竟然刚好在那个时间回教室取东西，这也太囧了吧！并且自己做的事也许毫无意义，但是还是几乎每天都坚持。自己究竟在坚持什么呢？这不是很矛盾吗？白天设法地避开对方，晚上却一人来到这里。啊？